戴梦梦突宣布结婚，新郎公唔系太极鼓手。现年36岁嘅戴梦梦，近年同个太极乐队鼓手朱汉博拍拖，呢段关系离离合合，十足十错过山车一样。直至今日，梦梦突然话要结婚啦，但新郎哥就唔系朱汉博，而系一位圈外人。系啊系啊，我结婚啦，多谢晒你哋啊！因为咧，我另一半咧唔系圈中人，咁咧佢又怕丑啊，想低调啲，咁啊系啦，多谢大家嘅祝福啊，我哋收到啦，多谢晒。把关仔们10岁同星何柏廉赛赢大哥哥姐姐，夺少年专业组28岁或以下钢琴比赛亚军。明州前排报道过，把关仔们入边嘅童星何柏廉系位钢琴高手，转个头佢就拎咗一个专业钢琴比赛嘅亚军奖项。而家一齐听下佢有咩得奖感受。Hello， 我系把关仔们里面嘅俊俊，我真名叫做何柏廉，英文名叫做 Curtis， 我今年10岁，我而家系5年班。咁我喺第13届亚太杰出青少年钢琴大赛度就赢咗亚军。咁本来我谂住咧，我赢咗季军已经会好开心噶啦。啲季军冇我喎，仲有亚军咧，听到佢就读咗何柏廉喎，咁我仲以为系第二个人嚟喎，但原来咧系我嚟噶喎，咁我嗰阵时咧真系好惊讶同埋好开心。咁我首比赛歌就叫做《